这是一款自发脉冲步进电机调速驱动器，它和普通驱动器的区别就是在上面有一个 2.54 间距的端子可以接电位器，这个是我们推荐的电位器 10K， 端子是 2.54 间距，电位器是 10K 的电位器，接线请参照这个图，请不要改变它的线序，把电位器直接插在这个端子就完成了电位器的接线。步进电机的接线和普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一样，电源 D A 项 B 项不要接错了，请参照图纸接线。这款步进电机驱动器的 PUL 正和 PUL 负是当给这个端子给一个5到24伏的电源的时候，就会电机会正转，当给 DR 正 DR 负给一个0到24伏的信号时，电机会反转， ENA 正 EAA 负同样是给电机脱机时脱机。我们现在给 PUL 正 PUL 负给了一个5伏的信号，电机已经在旋转了。通过我们调这个电位器，我们可以看到电机的速度有发生变化，电机的速度已经变慢了，调电位器的速的可以改变电机的速度。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波马，还有4个波马开关，也就是这个5、6、7、8可以组合出16种电机的速度，这16个速度就相当于汽车的档位，这个电位器就相当于油门，通过这2个配合可以组合出你想要的任何速度。